快捷汉语一加一，快捷汉语一加一。第五课，生活。词汇。日期，年，月，日，星期。前年，去年，今年，明年，后年。前天，昨天，今天，明天，后天。上个月，这个月，下个月。上个星期，这个星期，下个星期。星期一，星期二，星期三，星期四，星期五，星期六，星期日，星期天。词汇。哪，号，句型。今年是哪年？今年是2005年。今天是几月几号？今天是10月1号。今天是星期几？今天是星期三。词汇。时间。时，小时，刻钟，分钟，秒钟。句型。一天有多少个小时？一天有24个小时。一个小时有多少分钟？一个小时有60分钟。一个小时有几刻钟？一个小时有4刻钟。词汇。点，整，半，零，差，过。一点钟，一点整，1:05，1:05，1:10，1:15，1:01，1:30，1:30，1:55。差5分2点。句型。
几点了？十点了。几点了？十一点五分了。一天的生活。词汇。早晨。六点起床。六点半。运动。七点二十分。吃早饭。上午八点上课。十一点四十五分下课。中午十二点吃午饭。一点休息。句型。你什么时间运动？我从早晨六点半到七点二十运动。从上午八点到十一点四十五，你干什么？我上课。你从几点到几点吃午饭？我从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吃午饭。词汇。下午两点辅导。四点看朋友。晚上六点一刻吃晚饭。七点看电视。八点复习。九点半预习。十一点洗澡。夜里十一点半睡觉。半夜十二点做梦。句型。下午四点你干什么？我去看朋友。你晚上七点钟干什么？我看电视。你什么时间睡觉？我夜里十一点半睡觉。词汇。时候。句型。你什么时候上课？我早晨八点上课。你什么时候回国？我明年一月十号回国。词汇。以前现在以后。
最近。学习。句型。一年以前，你在中国吗？不，一年以前，我不在中国。下午辅导以后，你干什么？下午辅导以后，我去图书馆。你最近干什么？我最近学习汉语。你以后去哪儿？我以后回国。词汇：早、晚、快、慢。句型：你今天起床早吗？早，我今天6点起床的。你吃饭快吗？快，我吃饭快。词汇：明白的，懂问题，对不起，绘画练习，明白吗？明白，不明白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听不懂。有问题吗？有问题，没问题。有什么问题？对不起，我没听懂。